明星的女儿向来比普通孩子受关注多，而赵薇的女儿小四月更是人气爆棚，直逼妈妈赵薇。日前赵薇戴着口罩与女儿一起出现在上海虹桥机场，由于怕女儿被人认出，赵薇特意安排助手推着孩子先一步进入机场。乖巧的小四月留着娃娃头，身穿红黑格衬衫，潮味十足，听话的坐在推车里，大大的眼睛不时左顾右盼，机灵可爱，十足像一个迷你版的小燕子。之后走下车的赵薇一身休闲装扮，素颜戴着口罩和框架眼镜，但黑色名牌包包依然暴露了其身份。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，赵薇迈着大步走进机场，一路上赵薇都很低调，不想被人认出，快速走进安检区准备与女儿会合，似乎就连半刻也不舍得和女儿分开。